们所有的委员先到中间，到中间前方这边。来，再开始。好，然后我们。你好。你好，黄珊珊说：“来，江启臣过来。”好，他很喜欢叫。不要，这黄珊珊就没料啊，没料，你知道他干嘛吗？就很喜欢空位置，你知道是找事情做。像有一次那个记者会啊，有没有？柯文哲昨天去那个立法院的时候啊。啊，黄珊珊没事做，是吧？黄国昌来这边站这边这边，啊，他是那个 setting 小组，你站这、啊，很喜欢 cue 人家位置啊，没有了，他是说啊，江启臣请啊，好不好？礼貌啦，客气啦，我们不要臭酸哦，不要臭酸，啊，那你看自动退位哦，什么时候看到黄珊珊不做 C 位？什么时候看到黄珊珊不做 C 位，自己退场了？哎，跑到旁边了。所有的委员。我们所有的委员先到中间，到中间前方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就请委员们都先请往中间的前方媒体朋友看一下，握手。开心开心，哎，来来来，各位没看到，我们要再一次，好不好？中间的前方媒体朋友看一下，握手。真的，韩总就是很会这些嘛，啊，很会这些啊。你看，黄国昌就自己就把酒，大家拢自己就把酒，欢迎就好。大家好。好，来左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那么委员们可以先请就坐。OK， 好，那媒体朋友画面都捕捉 OK 吗？好吗 ？OK 吗？你需要捕捉画面。好，都有拍到画面吗 ？OK， 好，那辛苦媒体朋友，那我们待会准备要进行闭门会议了，先请媒体朋友到一楼先稍候一下，那待会我们在会议后，我们会在一楼举行联访，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各位，你觉得这没什么吗？来来来，等一下。哦，我们中天大哥很专业，撑到最后一刻啊。对啊，各位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。各位啊，曾几何时啊？黄国昌，你知道他不知道开了几场记者会痛骂韩国瑜过？那曾几何时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名场面啊！所以你想哦，政治哪有什么永远敌人？哦，你想也想不到说，当年一直在骂韩国瑜的黄国昌，叫韩国瑜说出来面对，啊，太离谱了！这种黄国昌，有一天会跟韩国瑜站在一起啊，这个。追着韩国瑜穷追猛打的韩光国昌，然后两个人会拥抱在一起，会笑在一起。啊，那你也没想过，时代力量的党主席黄国昌，创党的党主席黄国昌，会跑到台湾民众党去，会变成柯文哲的小弟。所以各位啊，政治事就是这样子，不用太认真，好不好？很多人、很多事、很多物，啊，都只是一时的，啊，都只是。反正我讲现实啊，做人还是要看现实。
报退的，这样就，然后这边三位，三位观众看一下，我刚才在跟国家他们讲说，上次碰到石玉明打陈真脸的时候，真是神奇的。哎，这是那谁讲的？那张吉凯。刚才在跟国家他们讲说，上次碰到石玉明打陈真脸的时候，各位观众看一下，张吉凯啦，反正他就跟韩国瑜闲聊了，说我他说什么，好像看上次看到是看到你是你打陈水扁的时候啦，真是神奇的，而且你看陈昭志还在现场哦，1995年，咖啡大和解。咖啡大和解。你看啊，陈昭志也没有不高兴啊，还在笑啊，没事啊。啊，脸最臭就黄珊珊而已啊，那不理他啦，随便他啦。然后这张吉凯嘛，张吉凯在讲话嘛。八哥，你看很惨啊，那八个怎么？对啊，各位，你看这，你看哦，林义君、张其凯、林国成、麦玉珍，然后我名字竟然记得的，陈昭之，啊，陈昭之至少是在 C 位，然后这个吴春成，不是啊，这个当然了、啊，他们会说我们按照排名顺序啊，但有个惨的、欸，你这排到这边来了、哦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被当塑胶，好吧？好，各位没了啊、我再继续看，等他出来啊，他出来后面说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还出来了，好来。车一点，没有啦，他是按排名的啦。不是说什么他亲蓝的。你看陈昭之，不是啊，各位，你看这很妙嘛。我讲人都不会骗人，如果陈昭之内心没有觉得说这是一个重大时刻，这是一个重大场合。他是不会一直抢 C 位的。你看他跟江启臣，你看他跟韩国瑜黏那么紧，黄珊珊没有哎、欸，黄珊心虚哎、欸。你看，然后黄国昌跟陈昭之黏那么紧。各位，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哦，来，各位保证一件事情，等到游锡堃的时候，黄珊珊绝对黏在第一个，这就出来了嘛。黄国昌跟黄珊珊路线之争嘛，我们等着看，到时候游锡堃来的时候，黄珊珊会往前贴。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等着看，看到会不会贴？哎，受不了。哇！那民众党这个安排非常的贴心，先让所有新闻界大家拍照之后，新闻界离开，我们闭门会议。结束之后再接受联合采访，这个安排既贴心又细腻，而且效果又卓著。我们在里面沟通了国会的改革，在野党未来能否大家联手满足广大台湾人民的需求以及人民的期待，我们沟通了几乎是无话不谈，而且所有沟通的意见都说得非常的彻底。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，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结，我要再一次的澄清，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，我们没有任何资源，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，请各界不要用负面的思维来看这一场良性又健康的拜会，期待
跟民众党八席立委在未来立法院新国会新改革新期待，我们能够共同有更卓越的表现，满足人民对我们的期待。谢谢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，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